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妹小子。本期是小子有答案第314期。最近有个攀爬木门上加油站的技巧，看全网有很多人在试，可惜方法太麻烦，十个玩家有九个都上不去。今天就教大家第二种上去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来到大桥加油站，旁边厕所有个围墙，爬上去后走到厕所的小窗位置，跳一下可以爬上厕所。然后重点来了，冲刺到厕所的这个角，跳到加油站顶部的角，触发攀爬就可以上去，比爬木门简单多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游戏里试试看。好了，我是南妹小猴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